主审简清瑜，副审文玉霞、施佑成。选手介绍：白方选手台湾景川徐婉瑜，男方选手台湾师大李恩如。选手请进场。 比赛开始，由我们的白方选手台湾，哇，非常的快速。男方选手刚试图做出大内割啊，可惜白方选手反应相当的快，做出一个反摔，取得了一胜。由我们的警察专校。 徐婉瑜拿下第一场第一，恭喜白方选手台湾警专徐婉瑜获得金牌。我们警专的。